孟初夏，你出来一下。哎，单独叫做，这女的跟总裁什么关系啊？总裁，你有什么特别的吩咐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得谢谢你这次给我去。我经过了解，发现对你存在着一些误会，不过抛开那些成见，你也看到了，你总是会莫名其妙带给我一些令人不快的状况。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连若男都说你是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被我欺负的人。孟惊夏，让你进沈氏完全是看在何小姐的面子上。嗯，但是鉴于以后在同一幢大楼工作，为了避免旁人误会以及再次被惊吓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保持3米以上的距离。要是做不到，你的工作问题我会再考虑的。何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家父的朋友送了2张5G的票，你今天晚上没有工作吧？你是怎么知道我晚上的行程是空的？这是董事长安排的吧？啊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就算了。我跟你去。稍等一下。沈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正要跟何小姐去看舞剧。怎么了？哦，那我不打搅你们了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沈哥哥，我。姐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夏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电话里你也不说，我们只好过来看你。你们怎么还专门跑过来了？我再不说我可要生气了。我说出来不好意思吗？我是因为看了一部很伤心的电影，电影里的那个女孩子从小就没有父母，虽然我跟爸妈住在一起，可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想起来就觉得很伤心。你们不是在看舞剧吗？你快去啊，我没事的。好吧，那你自己一会儿洗洗脸吃点东西。嗯，这样吧，舞剧什么时候都可以看，不一定非得今天看。沈安，咱们留下来打电话叫外卖，然后陪佳颖妹妹一起看一部喜剧电影，好不好？我无所谓。好棒啊，这男
曼姐姐，你好可爱。不对，应该叫嫂子。谢谢嫂子。陈哥哥，嫂子人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喜欢她呀？那个佳颖她挺可爱的，是挺可爱的。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喝杯红酒。好啊。这这么好，客人怎么这么少啊？这里是会员制的。我又闹笑话了。我在你面前好像总是表现得没有那么好。你表现得已经很好了，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说在前面。我是沈氏最年轻的总裁，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来说，一个稳定的家庭无疑会令其给人的感觉更为可信可靠，所以我跟许多女士见面，目的是选择一位沈氏集团的女主人。对未来的太太，我可以保证生活无忧，以礼相待，每天回家，并且绝不会有其他女人。但是我没办法给她所谓的爱情。我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你心里有别人了？我不再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了，我明白这个世界没了爱情照常运转的道理。